为什么酸？来啊，这就是柠檬酸啊。嗯，柠檬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桃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小段。今天又要吃糖，所以没有错，又来。就是最近啊，我有时候看到路边有那种很老旧或是很小间的地区型的文具店，就会看外面有这些什么，我超爱吃这个的，然后我就想买，然后他都不准我买，他说这都是色素，你是小朋友吗？啊、我就决定以拍片之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买回来。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像是这样的东西？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辣辣的这个，我一直以为是猪肉，结果它是鱼肉。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鱼肉，它应该就是淀粉。大家小时候跟你小时候可能不太一样。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我觉得这个一定很多人看到都会很有共鸣的，而且现在很少的地方可以买到这些东西。我们是跑了好几家那种很小型的文具店才找到的。这个是要叫几岁才有共鸣啊？30以上嘛，就是要被叫阿姨的那个年纪才有感觉嘛。你才阿姨，你全家阿姨。你有印象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吗？小时候都不准吃这种东西啊。好可怜哦。可是你觉得很这吃了不会死掉吗？不过我这不是好话，我是在这里吗？奇怪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依依试吃这些古早味的点心，怀旧一下。我小时候的印象，他们都很好吃，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会觉得他们很好吃。那现在吃我小时候最喜欢这个真和味鱼干，它现在就有写鱼干了，小时候都不会有字，然后就是一袋一袋这样子。小时候一袋一袋你就吃这样啊？对啊，就吃啊。小时候大家都很单纯的、啊，就看到就是吃啊，管它是什么，看你好吃啊。一片一块钱这样，然后阿伯会拿半斤袋，四分斤袋装起来。然后我小时候还吃过那种一根塑胶签插着四格，然后一串一串这样。然后搭配前面要有汽水，汽水就倒进那个袋子，然后烧开。我没有汽水这个印象哎，不够乡下，南部人，我是北部人，好厉害哦。就是小时候闻起来味道，而且它有蛮甜的。我的小时候没有那么硬哎、欸，跟印象中差不多、啊，有种仓库的味道。它上面有效期限吗？有效期限是不是？保存期限一年啊，但它没有写它是什么时候制造的，过期18年吧。它吃起来有点像是没有味道的豆干，有点像过年的时候会吃那个鲔鱼的那颗那个味道。知道，就是海边都会卖的，就是它就是一个像糖果状，你要扭开来，然后里面有一颗硬硬的方形的肉块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好老哦，现在买不到哎、欸。东港还有，上次去东港好像就是要去那种海港地区才会有的。我觉得就是甜甜的、干干的，然后有一股霉味。下一个，另外一个是这个干的，然后以前它叫做大猪公，就是它的桶子上面就会写大猪公，然后这么好吃的，还不是这个名字吗？或者鱿鱼片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大猪公有一种是这种像这样子没有粉的，有一种是上面有糖粉，也是干的，辣的跟甜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最后找到没有糖粉，它就装在这种桶子里，以前都是大桶子里面塑胶圆筒，没有味道，它既不辣也不甜，塑胶片。这个就连他过期几年都不知道了。干妈点阿妈就是用良心在卖东西的。没有办法嫁妆啊，你知道吗？再来吃这个完全没有说明的巧克力豆。面包多少钱？10块哦，奢侈哦。便宜耶，那大把才10块钱耶。高单价好不好？这多嘛5块。嗯，跟其他比起来，它就长这样。里面是那个保密汤的那个一颗粒，里面是一个保密汤的米。好甜哦，好甜哦。它有一个酸酸的味道。坏掉了吧？那个砂糖味。对，妈妈又在做橘皮，叫他不要再挤。就是打摇两下停一停，摇两下停一停。他们真的很神秘。下一个没有标示的是什么玩意？辣芒果干，我小时候很爱吃哎，然后吃完整个嘴巴就是红红的。这我不太敢吃哎，它看起来就不像食物。它就是偷甩啊，然后拿去切，然后晒干啊，然后腌啊。这一块是甩啊的种子哎。他会不会是拿人家吃完的酸鸭，然后不会好不好？夸张，不至于，但是可能是2009年的酸鸭，闻起来很像酸梅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个味道比较接近小时候吃的印象。好咸，对，很咸。好咸。谢谢。那个完全没有标示的巧克力足球，好硬啊！不是纯的巧克力，然后有一股。就是汤菇啊，汤菇味就没有别的相似啊，混着一点美味，很陈旧的一个味道。陈旧的味道就是吃古早味零食的真谛，就算好吃的、欸，我觉得还行，难怪它存在的时间比较长。再来是这个，这个有点升级了，它现在是硬的，但我记得小时候都是软软的。这感觉是改版，形状感觉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也觉得它变瘦了，你觉得吗？它比较多一些细节，以前是没有那个，上面是一条一条，以前就是只有一个可乐的形，所以这东西是有在 upgrade 啊。粘稠度差不多，
你看它现在变得蛮立体的。那比较精致一点，味道不一样。我说的比较好吃，我觉得你这一波的水准应该还行，所以它也被留到现在，而且还有进化，还有改版，这就是它留下来的真谛。下一个汉堡糖，它也是软糖，然后有的小孩会把它分很多层吃。嗯，我没有吃过这个，这个跟下午糖差不多味道，然后每一层都一样味道，但每层都是一样味道，嗯，失望哎，结局啊，可以分开。它以前是可以全部分开的，它现在绿色跟哪有？它绿色跟黄色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哦，你看它现在变成这样，红的跟面皮。肉有肉的纹理，蔬菜有蔬菜的纹理，汉堡上面还有芝麻。这个感觉是也是进化过的。我说好像没那么精致。欸，它的面包的口感是棉花糖那个口感。我觉得这很难吃哦。它的绿色的那个真的是另外一种软糖，欸，这很用心哎，欸。半透明那两块比较硬，然后面包跟雾面那一块比较像棉花糖，但又没有那么软。他们都是用做汉堡的心情在做它。欸，造型的用心，点个赞。那哥来吃这个吧，我小时候吃这个，逢吃必呛到米得粉。我没有吃过那个，欸。你没有吃过？他没有附吸管要怎么吃？这是用吸管吃的。对啊。你要吸一口粉，然后用口水把它和成面米得，对对对。小学生才把它这样吃。甚至在你的嘴巴里面，然后变成米得，真的手这样子，一吸就呛到，就觉得破了。对啊，就超容易呛到，然后就喷了整个都是。拿一个汤匙，我们用倒的呗。哦，这个味道一模一样，好吃的。我去你不要太多了吧？是吗？嗯，太多了吧？太多了吧？你口水没办法把它彻底的乳化吧？好甜，这个很好吃哎，好甜哦。下一个，巧克力棒变小条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变35块钱呢，变贵了，以前一条1块钱，而且比较大条，不行吗？我没有用咬开的吧？怎么剪刀剪啊？你用牙齿咬。对，一模一样的味道，打不开，吃到现在还是塑胶袋的味道。你还没咬开吗？我发现怎么咬开的？虎牙的那个尖端呀，海牙就然后撕开，像一只猫。真实的使用撕裂这个功能，摩擦哦，看，真的超级甜，牛奶巧克力的味道，嗯，我觉得还行哎，对啊，我觉得好好吃哦，健达出鸡蛋的外壳味道，弯弯好吃，再来这个风味巧克力酱，啊，是这样子用的吗？应该是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就别量了，我觉得这个味道感觉不太一样，嗯，好稀哦。它是巧克力风味酱，所以它一定不是巧克力。这个巧克力超难吃的，然后有一股臭扑鼻，不推，不好吃。哦，跟这个比起来是天差地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准元糖，小时候好像有很多种哎，就是有很酸或很辣的，就是超酸，然后后面最后可以有甜的。你没有吃过吗？你的童年好可怜哦，它看起来是像这样，表层很明显的裹了一层酸粉啊，没错。这就是柠檬酸啊，嗯，柠檬酸。不行，这个酸度完全就像直接吃洗车机一样，不是食物的酸度，它是准人糖啊，很快变甜了，嗯，变草莓了，变草莓了，有准人糖，就把它吃掉了。我把小糖果吃完了，厉害，很幼稚哦。他不在少年，他幼稚，所以他是小学二年级的妹妹吗？这是小女生。下一个。有葡萄的，有各种水果的，其实这是口香糖啊，嗯，这不是可以吃的吗？口香糖，它不是可以吞的，小豆豆吞下去吗？一盒里面走3颗，啊，一盒才1块钱呢，欸，变小颗嘞，好硬哦，小成一个糖衣啊，跟以前的味道一样哎，就是有一个合成或者化学味，普通。好，我们来吃一个最天然的麦芽糖，有雷哥，我想说可以一个人吃完这一整罐，你看麦芽糖。你俩都不想吃吗？麦芽糖哦，对啊，你俩讨厌呢。麦芽糖味道，然后呢？然后薄很硬，软软的，刚刚好很柔软呢。然后一下就化掉了，而且还有淡淡的梅子香，好吃哎。年纪已经大到不能吃太多糖，你知道吗？BB 糖，全世界最不应该给小孩的糖。哦，真的耶，吵死！我记得我小时候就会一直吃这个，然后很吵。他是不是把它改过，就是不会这么吵了，改成会漏风了？哈哈，这很吵，发出来还是什么汽水味？可乐糖，可乐糖不是可乐味吗？是压缩糖粉味啊，不是从中间打开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是拉完啊，它
上个拉环，然后拉了之后就整个这个一起被拔起来。我觉得是你没有拉开，就是拉不开啊。他怕小孩子把它拉断之后就再也拉不开了。嗯，应该开了，开了，你果然很废。开了，这不是应该男生要做的事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身为一个女性，为什么在那边拨这个罐子？打开了，不然就闻起来臭臭的。它真的有点洗衣店的味道。我跟刚那冰冰糖吃起来一模一样味道，但是更酸。好吗？哇，这样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有点酸哎，然后那个肉桂味好臭，就离可乐有点远。但是我觉得它味道是刚吃到现在是比较有变化的哎，它有不一样的香味，像刚刚那个就是各种甜的要死哎。每次你喜欢吃的东西很怪，就像你喜欢喝那个豆浆红茶一样。行吧，彩色棒棒糖，你猜多少钱？一块。对，没有错，一支才一块钱。这年头还找到一支一块钱的棒棒糖，吓死人了。应该说这年头一支一块钱的棒棒糖敢吃，抗通膨啊。那我们都拿开，直接抽出来了。有橙味，嗯，就是水果棒棒糖的味道啊。我觉得幼稚园老师好适合买这个来奖励小学生哦。我觉得幼稚园老师不能管我好朋友会不会课堂。奖励，就算是奖励也不应该吃糖果，不行，谁要吃糖果啊？现在老师要奖励学生，只能用 Gage 点数卡。那个啦，打工里面宝可梦机台卡片一张，那个才抢手。这还行啊。嗯，我觉得还行啊，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现代化口味。一块钱来说 ，CP 值高。跳跳糖，这个还是好吃的吧？我记得我喜欢吃的是葡萄的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要做成饺子形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做成饺子形状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对，好睿智哦！你好聪明哦！好哲学性的发言。那它不是圆的，是什么？它是一只脚。也可以做只手啊。而且它这边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细菌哎。它在警告大家香港脚的可怕。对，这是一个以香港脚当做主题的糖果。是吗？有可能啊。它叫做庞克乐跳脚棒糖。跳脚。乱讲，自己在那边乱讲，说什么藏什么香港脚，乱讲。不是这样吃的。你要去把它含湿，对，然后再沾进去。哦，哦，你那很废哦。它像不是整个这样都零比一了。小学生就是这样，我只要吃那个粉，我们要吃那个糖。那个是麦芽糖的味道。我直接包个粉来吃啊，好爽。看到吗？突然进来了，看到这个画面，你就觉得荒谬。你也吃完了。嗯，我们要来投票了。其实我们买好多种。16，哦，16种。小时候选择好多，哦，但他们都同一个味道。选一个最喜欢吃的，跳跳糖吧。跳跳糖，我觉得汉堡做完去，汉堡做寓教于乐。哦，对，汉堡没放进来，汉堡吃完。汉堡是很用心。不行，只能选一个。我选跳跳糖啊，汉堡不错。好吧，那我选麦芽糖。这个糖味芽的味道，是一个阿嬷的味道。那你最不喜欢的？啊，我更不喜欢吃这个，觉得它变得好难吃哦。鱼干哦。嗯，它曾经是我的最爱的。我觉得那个芒果真的不行。我也是那个芒果，为什么？芒果真不行，它真的是咸的要死哎！就是酸梅干的味道啊！而且它就是已经离那个食物太远，太远了，它已经比起食物更接近腐败的食物。就是你秋天，然后在那个芒果树下散步，就地上一坨烂掉的芒果，我就把它拿起来腌酿。大家赶紧走。好，我知道我们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古早味糖果试吃。那现在这些17种呢，是我们这次有出去找到的糖果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中童年很好吃的糖果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大家分享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新频道，好一点点脑波肉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没有一个适合推荐给小朋友吃。我应该会推荐这个吧。全部都太甜了，不好吃。小朋友需要吃糖果的。